教育孩子就该这么狠，这不是餐厅，有什么吃什么。 Jessica 的餐桌椅离是被骂出来的，一桌菜啊，有些父母直接先转到来，你先吃，我 no 等等，转过来，如果是最后一块，你也不能吃，就不能我爱吃这个，我全夹光，那就不行。你家做规则立得特别多，这是基本礼仪啊。你知道有多少父母在外面被人家嫌弃吗？出门从不惯着，你不要带了包包出去，就变成我在背你的包包，而且你带的玩具都是你在包包里，请你背着。如果不打算背，你就不要带这个玩具。杨硕军事化管理儿子，所有人就等着你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衣服拉好。走路不会走吗？脚尖冲前，不会走是吧？跑上去！我要再看到眼泪，我就让你跑到心头去。你再哭，衣服都叠不好，怎么能行？上次不是告诉过你裤子怎么叠？裤子怎么叠？赶紧！同样是教育儿子，侯贝森的方式让人窒息。叶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，他不可以，你先让他休息一下。有点，你是不是有点重？我们竟然来了。没有，他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比赛的时候再拿，还是你完全不想拿？那个爸爸，你不要 force 他。爸爸跟你讲，你要不要先尿尿？要好好学。It's OK。没有关系，我要萱萱浪费食物，冉莹莹大发雷霆，没想到这么调皮，走开点，别吃别喝，你今天妈妈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妈妈不生气，妈不生气，怪那个水是拿来做什么的，要不要用钱买？爸爸晚上要干嘛？你告诉我，打拳做什么？那你把这些粮食都浪费了呢，这是不是钱买的？你就可恶，别喊我，我不配当你妈，你也不配当我儿子，食物给我拿来浪费，滚开点。从小就对儿子哭穷，因为我们就是大山里的孩子，那没有理由我们的孩子他要感觉自己怎么样。我说你也得通过你的奋斗，因为爸爸就是一圈一圈实现梦想的，妈妈就是靠着努力学习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吴京的硬汉教育从娃娃抓起，要先让我儿子25岁之前呢要学会拳击、散打、赛车、摩托车、游泳、足球、滑雪、飞机，就再说吧。老大2岁的时候坐在他那个餐椅里面吃饭，突然间就不高兴了，勺子一撇，然后就开始哭了。金哥突然一拍说：“哭什么哭？男子汉流血不流泪。”